这攻速没人拿，女神之泪这么多人呢、啊。先拿一个全套的啊。这个全套意义非凡，我跟你们说，意义非凡。算了，我把小绿人拿着吧。拼多多，拼什么多多？拼多多，谁跟他拼多多？我上来我就干个亚索，这不冲冲啊？这干嘛不冲冲？这能不冲吗？就是亚索其实来的不是那么很多啊。正常来讲，如果来的多的话，我们可以玩。以后是不是不打排位了？打呀，干嘛不打排位呀？应该能赢，我这是天选的。我这亚索，我感觉我这亚索一个能打他妈五六个。卖猴武器必拿，你看，这就是你跟我的差距了吧？不够细节，我这波猴也能拿着，武器也能拿着，对不对？而你可能只会拿一个武器，而不会去拿猴。你不去拿这只猴，怎么凑上天神？对不对？细节吧，这就叫细节，这就是我与你之间不同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我怕这波他赢不了，所以我选择给亚索上点东西。直接上了，这把就决斗大师了。这把亚索来的也还可以啊，就是他能一直嫖的来就可以。我们前期应该是一直能赢，没事，这把就是起飞了。给武器拿点装备，武器拿个日炎。
我们前期就可以连胜，或者是我们拿个拳头，或者锁的那个魔抗，就可以给亚索来个水银。想连胜就拿日炎，不想连胜想这把吃鸡儿，那就拿水银。你跟我打，你能赢得了？你有虚区吗？你有虚区吗？我让你们一个一个的啊，碰着我都得掉血。谁也别想连胜，在我这儿，我一个一手决斗大师，谁也别想连胜。这波这钱三件装备啊，想一想拿哪件，最好是拿这件。这件没了，我们换一个。好，那我们换这件。哎，这就是你跟我的差距。你即使再努力的往魔抗这边走，你也没有我天生就在魔抗这边厉害。哎，我天生就能拿得到，你能吗？你不能，你只能看着我。不行，咋不行？检查一下。检查一下动向，看看他们的走位。这小法师可太膈应人了，我操了，把我连胜给我断了，可太膈应人了。这就是没水银，你知道吧？这小驴人无限控。哎，我记得有一家小驴人天选，怎么又碰上一家啊？我为什么会连着碰上这个人两次啊？别人都没有，哎，就他，我是不是连着碰上他两波？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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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碰上，他把小驴人给卖了。那小子把天选小驴人卖了，这不没了吗？干啥没呀？就一下就没了，我就掉了六滴血，我人就没了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有人觉得我掉了六滴血，人就没了吧？差一块钱猴卖不卖呢？你卖了，一块钱还是很重要的。
全套，全套，全套，大哥！我的哥呀，大哥呀，又给个女神泪干啥呀？这什么玩意儿？照镜吗？老差一块钱，确实有点烦啊！你说我这女神之泪，我能给合啥？没什么合的，我撑死我就合一个正义之手，我还合俩呀？武器撇了，武器不能撇。我这武器马上三的人，那能撇吗？哎呦我操，这一个渣！青龙刀。六决斗，我们这轮必须得拿全套了，我急需全套，我现在差三个全套，亚索没水银肯定是不行，没事，这波武器大师应该是起飞了。决斗大师装备怎么安排？亚索水银必备，剩下随便给你，给啥都狠。这波没全套，我操你妈呀！哎，有这么背吗？过分了吧！我要把大剑吧。不是，这有点太令人难以接受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点让人特别想骂人，太膈应了。这真的是太膈应了，我的天哪，兄弟们，真不是我说。确实有点膈应人了，这。没这么玩的，你知道吗？饮血剑固然是行的，只不过呢，会有点溢出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亚索要一打五了吗？哎呀，他有日炎，打不了，他有日炎。
再递出来一张牙锁，差不多我们要上营口了。上个猴或者上个分卷。鸡哥给三个拳头，行，鸡哥给三个拳头，鸡哥给三个拳头，我从来没这么想要过套，鸡哥啊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要过套，头一回，给点面子啊，给点面子，头一回，真的，八升了吧。啊，错了，不是鸡哥，是狼哥，狼哥，别给那些其他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了，你给点攻速我也能用，好吧？你给个铲子也行，拳套好，鸡哥，我也不贪，对吧？咱也不贪，咱就一个就够用啊，我也不贪，我就一个就行，一个就好。我只需要一个拳头。银马有点肉啊，银马有点砍不动，银马有点太肉了，没关系，我们换个位置吧，这亚索不能站这个。哎呦我操，他有铲子，七决斗，算了，还是往这儿站吧。我小法让人家不是小法呀，我那亚索让人小法给秒了。找亚索打连胜，我找不到，我就找他也不能来，这玩意儿很奇怪的呀。刀锋在哪里？不是男刀锋，女刀锋。女刀，先上这个吧。哎呦我操！三星造信。
同行，那没办法，那你玩决斗大师都有同行，那我也不知道因为啥，那就这么地儿吧。永恩有没有？没有拳套，我们就拿着蛤子。升级上永恩。亚索肯定100%自己来，你知道吧？比较的烦。赵信下了吧？赵信不上了，刀锋也不用上了。下波亚索不来给了吧，忍不住了，挺烦人呐！老一块钱让我给个妮蔻，你妈了个巴子的！挺膈应人呐！不要八决斗了吗？我把你摆上去，给我放上八决斗，行不行？嗯，小弟一手，算了，没有升了。不得不说啊，这瞎子还是挺克小法的，我发现一脚就给他踹飞。哎，你们两家同行，你是怎么做到要小法要删了的呢？这都能让他删了？再给个拳套来，哎呦我的套真多呀，再给个拳套，找永恩，找永恩，找永恩，算了，先上个一个吧，看看怎么给啊。嗯，这样吧，给巨杀。滑板鞋电刀，你看我像电刀不？你看我像不像电刀？
会合装备不啊？击破他们的幻想。还他妈电刀呢，那电刀打人都不掉血，还给电刀。那全是那小法师，你不给那水银，上哪能打得过他去？你给一个水银他就是个屁，我给两个水银他连屁都不是。给永恩，来来来来来，给个永恩。滑板鞋差一个。真理之意与我同。下班六块，最后一地，好不地了。不对呀，这不三家小法师的吗？如果三家小法师他都能升到三星的话，他是真猛啊！这确实是狠。没有，他差一张。永恩，永恩，永恩。Nice, nice. 我滑板鞋也很猛的，现在滑板鞋三了，有个飓风就好了。怎么回事呢？那怎么能没打过呢？打的谁呀？这法斗，我说的嘛。霸斗确实干起来有点费劲。刺穿他们，风暴就要来临了。我不能干我同行，我干我同行，我们决斗大师又会少一名选手，我不能干我的同行。
这个水银给谁呢？这回的水银其实没啥控制，给滑板鞋吧，要不？倒数第一居然没死，一次挑战，他们将牛逼啊！这瞎子，这都能让瞎子给，我操，这都能让瞎子给合出来、啊！我们找找这倒数第一啊，这个倒数第一武器就放在左边。没有结了吧？已经没有结了，这就放前面的。这波好像输了呀！啊，没输，给他踹飞了，还行。那武器大师是没了，完了，永恩打假赛了。不过他们家寒冰让我踹死了。哎呀，拿下！小伙子剩五滴血了，让我一波干剩五滴血。羊刀没有用啊，兄弟们。我们春哥肯定是特别有用的，羊刀没有一点点用。那我就拿传送门，给蛤子上点装备。这样，我们这波对位这小子，我们对位这小子，哈子一开始先出来，然后把他老母鸡给他踹飞。别踹莉莉亚呀！哎，这不浪费了吗？这好浪费呀、啊！踹莉莉亚，都点名了。
让老母驹放出大来了。我应该是死了，我们应该是死了。我操，这我都能第四名，我把这第一干剩五滴血我都能第四名，我确实。